了吗？到了。哎呦，哇！耶、yeah, 欸！鼻头角，鼻头角，这就是我们鼻头角，它是太平洋跟东海的分界点，嗯、超美的地方。然后有一个鼻头国小，对，而且这鼻头国小，这个、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地方、啊，漂亮吧？这国小超级扯，真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自己的小学生可以看海景，哎，全台最美的国小，好幸福哦。对啊，你们国小有人看过海景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对我们也没有啊。而且你看它这个。设施，你看那边山坡，还有一些山羊，哎，漂亮，真的。对啊，上悬崖先爬一下山路。对啊，它步道很厉害，是它很像万里长城，但它跟万里长城不一样是哪里？它比万里长城更好，因为万里长城只有山景，那我们这里有山又海。哦，对不对？真的是有对的，对不对？我事不宜迟，应该爬一下吧，三十分钟内应该会到。三十分钟哦，这太饱了。边走边看。好 ，OK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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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泰勒平常应该不会这样运动的，不会。他感觉就是在家里啊，或者去高级餐厅。这里面会来这里走的，应该也只有五羊。对，只有五羊。这个推荐的地方是他，也不是我。啊，大鲁阁哎。大鲁阁。泰鲁阁。哦，泰鲁阁。大鲁阁。大鲁阁是泰鲁打机场的那个。大鲁阁对。对，是不是？打机场。大兵车。想说你去过大鲁阁是怎样？来咯，开始上坡、哦。阶梯来咯，拍起来。我们大概这表情。这个情侣来走到这里，应该也会吵架。开心变不开心了吧？如果是艾荣，早就翻脸。哎，我真的不会翻脸。我上次真的有一次爬那个步道，然后爬到很想吐，然后头晕。就是我是爬那个象山。这步道就是。还有一段距离啊，还有一段距离。嗯，可是因为享受风景就不会有感觉。来啊，风景真的很好啦。对，很好。你看这里有一个咖啡厅耶。哇，这是哇塞，这边也是海，这边也是海，那不就是刚好台湾那个最上面那个角的部分了吗？对不对？太平洋跟东海的。交界的，因为这边也是海，这边也是海啊，都是海啊，左右都是。我这景点绝了吧？绝了，直接绝了。嗯，其实来一次就好。为什么？有点累是不是？啊，有一点，只是想要跟在找接驳车。哦，在哪里搭？其中一个地方在下面是咖啡厅。咖啡厅。对。哦，迷彩咖啡厅。对。哇，这个很好哎。在那里。这个位置很特别，很棒。不可能会有人抢他的位置。我建议我们分两组。一组下去喝咖啡，一组继续往上走。我知道了，你们两个是不是要去喝咖啡？你的目的就是这个，你是想把我们赶走？好啊，走啊！我不是年轻人，要公平。其实这个平台很不错，来，这个提议我觉得蛮大的，对，也蛮好的，好不好？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怎么分呢？好，不如我们来玩节奏游戏。好啊，还好不是交字头的游戏，很棒。对，节奏可以了。我想要交字头的就不要，可以再玩一下。不行，不要头脑，头脑。好，我们来打个节奏哈，来。好，请我这样做。不用念这个。很熟哎。好，就是这个节奏嘛。就是头脑很空玩这个，哦，很刺激哦。对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节奏。待会我会出题。好。然后从五羊开始，第一个，我是最后是不是？好，来第一个题目，好，鼻头角，鼻头角会看到的东西，好来哦，好，来节奏开始，好，题目是鼻头角哦，好，五羊开始，好，学生，步道，电线杆，店家，国小。老鹰，咖啡厅，张，张，啊，小杨哥，太好你了，小杨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的机制是这样，就是被淘汰的那个人决定谁上攻，谁去攻。哇，难怪你刚才说，可以，小杨哥好帅哦，哇，那真的是，你今天的头发很美耶，真的。头发很美，头发超帅的，帅爆了。Oh, okay, 听起来很不友善。那这次会继续嘛？对不对？
没不用继续啦、啊，你、啊、你决定啦、啊。啊，决定了。你来决定谁上去，谁留下来啊？我想提醒一下，我第一次游戏我赢了，可是我还没有什么奖金。有啊，有啊，刚刚有，刚刚有先吃的、啊，大家都吃嘞、欸。你先吃，你是先吃的，你是第一个。他其实是他先吃，不然这样好了啦。结果浪漫的约会。哇，刚不是说好是你要带队的吗？哇，我跟武阳就去喝咖啡，没错，好不好？反正我都已经来了，对不对？跟你的商圈跟这边很熟，这是一个陷阱。待会见。那他们往上的是往哪边走？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。啊，往那边走。右边，右方。不好意思，别阻碍。祝你们几年幸运走喽！加油，你们。OK。等下见喽。待会见啊。其实我们这边走上去比他们简单多了啦，真的。哦，比他们简单啊。他们大概还要走个十分钟，你看我们都已经到了。哦。听起来是好消息耶！是，到了。哎，就是蛮快的吧？没有到很累啊。好有风格的一个咖啡厅哎，他们搭配那个军人的设计，哇，好可爱。你好，你们的咖啡厅好漂亮哦。你们这个位置很棒哎。大哥要帮我们介绍，我们老板很辛苦，很好，很辛苦。在这边改应该很不容易耶。对啊，因为又碰到疫情。哇，都哎很漂亮哎，好热带的感觉，有海洋风。好顺口，舒服，清凉的感觉啦，真的。而且你看人家设置的也这么漂亮，超漂亮的，而且有一点那种气泡水，淡淡的甜味，然后再加上呢里面还有一些果香。Oh my god！ 我来过比豆角那么多次，可是是第一次我来咖啡厅的，来这边，对，五羊的第一次就献给了我，真的很开心。我们有看到，真的，有看，也会看到你们哦。上去你们不上去吗？不想爬。哦，这边也蛮漂亮的哎。不行，看这一边。你是年轻人。哎，真的蛮累的。为什么我觉得这边有一点像迷你单峰的长城？对啊，我刚刚就是说这里像长城啊。真的。去爬过万里长城吗？没有，你有去过？我有去过。哇，真的假的？那这个跟很进步，嗯，他们有那个缆车可以进，缆车上去，哇，后面全部都是海耶，哇，哎，这样子看真的很漂亮哎，哇，哎，我有拍一下，很漂亮啊，对吧？哇，上来是值得的，喝什么咖啡啊？去哪里都可以喝，拜托，在我家旁边也可以喝咖啡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好帅！等完先转一下，好可爱。金色的日落的光，超漂亮的，真的是。我觉得此生真的要来这里，对不对？我推荐的很棒吧？真的，对，好哎，这个回忆直接满足。对，现在海景，我觉得所有的烦恼都会不见。真的，那我考试好不好？好了，现在脑袋不想动。海是什么海？大海。你刚刚知道？太平洋。答对了。哦，太阳我不知道。没有，他刚刚有说是太平洋跟那个什么东海的交界点。哎，这边真的蛮好走的。对啊，连我都可以哦。
不可以，连他都可以穿的都可以啊，我最不能接受。连我们穿这个高鞋都可以哦。我跟你讲，我的朋友都，如果他们一起去爬山，他们都不会邀请我，因为他们知道我绝对不会去。我真的很讨厌。对，可是今天我真的爱上了。人生第一次，恭喜！耶！从御宅族走出门了。对，人生第一次喜欢爬山。你找老人。好。我们是颜值，哎，拍了很多好好看的。你看这里海，超级美吧？而且有一个，我们拍了200多。我们在回来的时候有一点点阳光，你们是不是找到了？我也要拍美女跟女精，黑夜要来，对，是不是？接下来还要去哪里？我们颜值猪爬山很累，所以我是我们可能会有一点饿，我要带大家去很好吃的东西。哦，吃好吃的，吃好吃的。你们刚刚吃饱了是不是？对，没有，我们刚刚是开。那你们颜值组，我们这边就是敬老族，对，老人。超好吃的东西，哎呦，太棒哎！有的吃什么都好啊。等等，我带一个朋友来，我想说好吃的要打掉给朋友了。好，哎呦，越多越好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是谁呀？我听说今天有好东西可以吃，很棒。转的时候我就跑，赶快跑过来了吧。我是好朋友吗？对呀，我是好朋友吧？你要跟我击掌一下。你太厉害了，好东西要分享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你的朋友蹭吃一下。你的朋友。对啊。啊啊。黑龙。黑龙，对了嘛，很棒很棒，你好你好。那我们就进去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好。来来来，走来。好。哎，好可爱！菜还没来呢，哎，你们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出现了吧？哎，对，是我们忙你整天。对啊，而且我们晚上才出现，对啊。对啊，黑龙啊。哦，黑龙，所以晚上才来。这是他们自己讲的笑话，不是我们。这些菜有的我们不是很常见到的，有没有？对，很特别、很特殊的菜色，要不要给你们介绍一下？我介绍一下哦。首先呢，我最爱的这个是。大盘鸡，大盘鸡，对，超好吃，我最爱吃。那个面条，那宽带的那个面条，超口感超好，我跟你讲，吃一条就饱了，真的。好，那下一个是牛泡馍，就那个牛泡馍，黑色，对，牛泡馍，哦，不是牛肉面了。中间这个长得很酷，都是奶豆腐酥，奶豆腐酥，哎哎，没有都没有吃过了吧？没有没有，黑龙有吃过吗？这个好像不是台湾的菜吧？不是不是，陕西。那你们知道陕西有十怪吗？来，我念给你。陕西十怪：碗大桌小摆不开，手巾不用顶起来，椅子不坐蹲着来，房屋随向半边盖，有了辣子不吃菜，唱戏吵架分不开，是不想听了。其实我们台湾人听得懂吗？太棒了！给他的中文老师掌声鼓励。哎，你中文太厉害了，你没有这个，中文太厉害了。这个是那个我们的菜单上面有这个十块，十块，十块，我还没念完呢，还没念完，还有，那不用了，句而已。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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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面条宽板像腰带，
这样的。八个圆像锅盖，十八老婆上树。八十啊！八十老婆上树比猴儿快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大家在看那边的、啊。你能逼到制作人这么没有风度的猴出来，也不容易哦。好像那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不是约会吗？对，约会为什么带我们来吃这个西北的陕西菜？因为我是要代表加拿大人的约会，我不相信这个是加拿大人，我去加拿大人吃这些不难了。是因为我在加拿大的时候，我是在一个陕西菜的，还要鸡肉嘞。加拿大人对中国菜的了解就不是这种的，然后我们的城市就以家山西菜，所以一定会来我们的店，然后很多人会来我们的店约会，就是给对方看，你看我很国际化，然后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很新鲜的东西，介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陕西菜里面有重口味，也是有清淡的，所以不论你喜欢什么菜都有。有时候同一个人会带好几个人来约会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他的观察的多厉害，对。哇，是那样，琳娜，你吃，奇怪吗？我觉得它很奇怪，因为台湾菜很少会，很奇怪，不是因为台湾菜很少会加马铃薯。哦，国外的人比较常吃马铃薯，所以我看到马铃薯，其实我有吓到，哎，是，我没有。因为我国家我们煮饭会加马铃薯，而且这个味道很重，里面有孜然嘛，厉害。它的面它的口感很好，对。然后我原本以为会很辣，可是还好，很好，微微的，有一点点。你怕辣吗？不怕，不怕，不怕，我完全不怕。五羊，五羊 OK 吗？它很稳，好吃。老师，真的，一条就可以满足胃。哈哈哈哈哈，就是一条就好了。要不要吃这个牛泡馍？牛泡馍，牛泡馍，什么？因为这个是很特别。为什么以为是臭豆腐？哇哇哇！哎，料很丰富哦。不是豆腐，这个叫泡馍啊，就是把那个馍啊捏开，然后放。饼类的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他好照顾黑龙哦，对，好厉害啊！他们在约会啊？他是朋友啊，我们同伴要一起同。厉害厉害！他是你们朋友，我们四个都是什么啊？朋友了啊！好了，我来，我来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在帮我。哦，哎呦，互相啊，互相是这样吗？谢谢。想知道一下黑龙喜欢怎么样的女生？到你了，哇，好问题耶。哎，你跟他们讲一下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我要什么东西？他喜欢优秀、内向、爬山顶高峰。哇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是说优秀、内向。啊啊啊！他很可爱。啊啊啊啊！哎，感觉黑龙也是重口味的啊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这也是哎。啊？真的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可是不用很优秀内向的。可是还是可以允许那口一点点，对对对对对。像巴尼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你的菜吗？我绝对不是。你觉得？知道啊？他是我的菜啊。对，可是我们朋友而已。啊，朋友而已。对，他帮我介绍一下。还没到，还没到。不要这样子，我以后怎么见你啊？没有，你帮我介绍一下，对不对？不要吵架。他们今天长得好像有故事哎。那你看到的？对对对哦。啊，有就是有，真的有啊有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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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们人设是他是我爸，因为他很常很照顾我，然后所以网友都一直说他很像我爸。对，所以我不能搞乱我。那甘比亚每天都吃些什么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。甘比亚的话，那边我们大部分也会吃白饭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有米饭对啊，对啊，有米饭啊。然后可能加一些咖喱吗？还是可能咖喱？然后这个很像我们一些食物，这个很像，可是没有面。我们那边大部分吃牛肉、羊肉啊，还有鱼啊这样子。跟我们差不多哎。对。你觉得甘比亚当地人会喜欢台湾的菜吗？不会，他们第一次，这个不会。哪一个口味不合？臭豆腐喜欢吗？哪？很多人都不喜欢。臭豆腐呢？蚵仔煎应该他们第一次看到会觉得这个什么东西，可能吃的时候会觉得哦还不错了。大部分是因为台湾这边大部分会用那个酱油嘛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可是我们那边不用酱油，所以差别会在这里。酱油的对，有一些人不太喜欢酱油。对，因为我接下来该吃哪一道？要吃羊排吧。黑龙最爱。干瘪了，我最爱的羊排。那你先吃吧。好，真的哦。对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有辣椒，大只哦！我说这好吃的，
好大、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然后也是很嫩，我们国家会有人会拿那个肉，然后放在外面，对，然后对，我们叫什么？胎眼肉。对，胎眼肉。还有摘眼巴嘛？对对对对，摘眼巴，对对，跟鱼一样。对，这个好像是这个这样的做法。对对，这个孜然的味道蛮浓的。哇，超好，我个人喜欢。外面那层就是感觉有炸过，对不对？有一层皮炸过，好好吃哦。有那种草原风情，有没有？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。嗯，因为我觉得金枪羊肉那个味有一种味道，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羊肉。对对对对。可是加这个孜然之后，就完全没有那个味道。好喜欢哦。对啊，最好吃的就是你买比较小的，比较小的，然后自己杀，然后自己烤。你那你去干表，我就会买一样啊，杀啊，这个就欢迎你啊。那个就是欢迎有好朋友来，对，欢迎好朋友来啦。哎，今天到目前还没有吃到有雷的哦，没有，好不好？成功哦。那你敢再介绍下一道吗？拌面吧。啊，那个。哦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白龙，白龙，怎么了？这什么表？上面的菜你们先吃。啊，你不敢吃香菜啊？最讨厌吃香菜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是什么？这应该是基因的问题吧？基因的问题，应该是基因的问题吧？有些人的基因，嗯，如果吃香菜都是肥皂的味道。台湾女生喜欢那个会吃香菜的男生哦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哦，好，那我来吃吧。好啊，你粉丝。我来吃，真是蛮色的哈。没有啦，看他会怎么样嘛。真的可以还微笑吃完。哇，好吃，好好吃。太厉害了，这个好棒。嗯。都拿了面哎。对。哎，没有，可是这个肉把香菜的味道盖起来了。刚刚那个原来的。对。放心吧，我要去做个面。羊板面。有一点酸，有点辣。其实还蛮爽口的耶，就快快的。因为我第一次吃面，配那么酸的味道。对，其实我第一次吃，我也觉得有点奇怪。可是吃完了，你都会爱上，就越吃越喜欢。对。除了正餐之外，甜点他也给我们准备了，这么好，跟我一样甜的东西，太厉害了。它叫奶豆腐酥，它是用豆腐做的，然后下面用奶粉。豆腐做的，我超爱吃奶粉的。嗯，有点像巴西的东西。巴西的什么？我知道你说的那个。巴西的 pastel。可是我们完全不是甜点，我们巴西的 pastel 是用面粉去做一个美食，跟它的像是一模一样，可是它里面是加起司、火腿跟鸡肉。听起来也蛮好吃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它是。那有点像甜甜圈。有点像吉拿棒，口感，吉拿棒，对。它里面有酱料，哎，有酱料在里面。有吗？也是一甜甜的，很像那种酥饼的感觉。里面甜甜的。对啊，里面是芝士啊。都很脆，然后很脆的，超厉害的甜点，很脆。这好，而且它的甜不会到腻的程度，都跟我一样。啊。在你们的家乡。都是怎样约会？约会，跟台湾可能有点差不多吧。我们会去吃饭呢，还是去海边玩呢？那你要给你啊，我追的对象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约会，你会怎么做？哎，在冈比亚可能会去上床吧。上床。光波，哎，你们真的是色的呢，哎，船，第一天船，坐船，可是上船也可以啊，第一天，没有第四天呢，第四天，第四天，为什么要睡？为什么要上山？那应该是你啊，就认识一下，不要很快呢。啊，你第几天？啊，第几天？什么第几天？第几个小时？啊！怎么会是刚好是四？对嘛？好奇。没有，可能是文化的关系吧，因为我们那边。没办法，就跟女生第一天见面，第一天太快了，对，太快了，第四天就刚刚好，对，第四天刚刚好，第四天还是第四天呢？基本上我会说第三天吧。
山加拿大，嗯，加拿大，哦，不一样，大概比较不一样。上次问台湾人为什么喜欢去看电影，都说喜欢暗暗的啊，对吧？你喜欢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你喜欢嘛？对不对？不错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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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在台湾的话，你会去哪里约会？哦，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会带女生去。保龄球啊，哦，保龄球，加拿大人很喜欢保龄球，对啊，还是去爬山呐、啊。我觉得女生很喜欢帮他们拍照的男生。在这个台湾呢，也有一些这个浪漫的地方。对啊，有啊，有很多。可以带我们去吗？我们这边吃完以后，你们要去哦。嗯，那去吧。嗯，那大家说吧。在你已经拍好了一个地方。对啊对啊，在暗暗的地方，漂亮的、啊。不要太暗。那 OK 啊，他可以拍照啊。你怕暗吗？没有，我是怕他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。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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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铃